各位傳媒朋友早晨，咁就好歡迎大家嚟到由4個專業學會咧舉行嘅呢一個就住香港土地公業事業咧去做嘅晚黑，敬請指導。咁喺開始之前咧，或者我先介紹下今日嗰個出席嘅嗰個喺台上嘅嗰位會長。 咁首先咧就由左邊開始啦，就係香港文理師學會會長許學女士。喺我右手邊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郭國忠啊，測量師。咁係我呢個右手邊咧就係香港規劃師學會嘅會長陳小玉女士。咁我就係陳木文，我係香港建築師學會嘅會長。 所以今日4個會嘅會長咧都會都喺度嘅。咁首先咧就我哋就住嗰個香港土地公業事業，其實已經諮詢咧都已經一段時間，咁都已經接近咧係嗰個尾聲嘅。咁我首先講咧，今日我哋點解4個會主要開呢個記者招待會，想講啲乜嘢咧？咁其實咧4個專業學會咧，大都係從事呢一個土地啦、建築啦、工程環境啦。 以及規劃嘅呢啲專業，咁都應該當土地呢一個事業咧，都係同發展都係息息相關嘅。咁其實專業學會覺得就係雖然各個專業都有一啲唔同嘅範疇，咁但係就住嗰個土地咧呢、這個工業一啲原則性咧，我哋覺得咧4個學會咧都有一啲共同嘅原則性嘅意見。 咁係呢一個原則性意見，其實係主導我哋對於呢一個土地供應咧，到底應該點樣選項咧，係一啲主要嘅主導嘅嗰個指引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主要嘅目的咧，係同大家分享4個專業學會就住香港土地供應呢個事一啲原則性嘅意見。我哋又再重新係原則性嘅意見。咁至於一啲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嚟有18個選項啦，咁我哋只係會講一啲原則性，點樣去睇呢一個用咩原則去評估呢18個選項。但係對於個別選項咧，其實每個專業學會佢都有自己嘅專業嘅一啲角度去睇件事。咁可能遲啲咧，每個專業學會咧亦都會分別同傳媒朋友咧就住嗰18選項做一啲比較深入嘅探討。
我哋開始先。咁其實辯論到依家咧，都好多時啲人都喺度睇，即係講話香港嘅土地供應係短缺，因為有啲人亦都會提出質疑啊，香港其實仲有地嘅，啊，我哋需唔需要即係就住呢個仲係做咁大嘅嗰個諮詢啊，或者係有啲考慮咧？咁我哋睇翻一啲現在嘅情況嘅。咁其實呢啲都係個數據，因為做專業嚟講，我諗大家可能都之前呢輪都同我哋接觸得比較多啦。專業係比較重視嘅係一啲客觀同埋科學嘅一啲事情。咁我哋睇翻個現況咧，就係首先講住宅方面，大家就貼身啦，然後去發覺住宅嘅租值係按照嗰個一啲統計嘅數字咧，可以明顯睇到由2010年開始咧，咁已經係嗰個升幅，無論係租金啊、售價咧，都係以一個比較可以講快嘅速度咧，係增長嘅。咁但係同時咧，我哋會發覺咧，我哋依家人均嘅居住面積咧，我諗呢個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嘅。依家香港咧都係攞到個世界冠軍，咁啊以嗰個就係最少嘅呢一個居住嘅面積。咁相對咧，我哋成日講東京啊、日本密度好高，咁佢哋都係平均嚟講咧，都比我哋有接近30%嘅平均面積。就唔好提上海，甚至新加坡呢一啲地方，我哋最近嘅呢一個深圳咧，就基本上差唔多去到80%-90%嗰個人均面積嘅居住環境，只係一河之隔。咁所以呢度都反映我哋係有一定嘅問題。咁依家我哋最新咧，亦都睇到嗰個公屋嗰個輪候嘅時間咧，就同一般申請者咧已經去到5.3年呢個最近。咁亦都其實係繼續啦，有可能係繼續增長嘅。咁喺另外一方面咧，同時咧，劏房嘅數量咧，亦都係去到90,000+嘅單位。咁以如果係兩平均兩個人或者兩個半人咁嚟計算啦，都差唔多接近係200,000嘅。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香港如果話一個先進城市、國際城市啦，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可可觀嘅一個數字嚟。咁啊，住宅大家成日講住宅或者係嗰個困難啦。咁其實商業或者其他方面咧都唔見得太好嘅。例如話寫字樓，亦都睇到係同時咧，由2011年開始咧，就寫字樓嘅無論係售價、租金啦，而至係零售業嘅樓宇嗰個售價、租金咧，都係同期咧，亦都係大幅增長嘅。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個問題唔係話一啲市民大家最關注住嘅問題，但係同時咧，其實在從事經濟活動啦、寫字樓啊、零售業啦、甚至有啲工業樓啦，咁所有同樓宇有關嘅用途咧，都係大幅增長嘅。咁一定反映咗啲樓宇嘅嗰個增長一定係同工業某種程度上掛鈎嘅。咁呢個都反映咗依家咧係有一定嘅問題出現。咁我哋睇翻香港嘅土地咧，土地總面積1,110平方公里啦。咁而喺一路都講香港可以建設嘅土地咧，其實係好少嘅，24% 嘅啫。咁大幅咧係其實係其他用途，尤其係陸地，有啲港郊嘅公園或者有關嘅一啲陸地咧，係佔咗42%。咁理論上咧，其實加埋咧，有啲人都講，其實都係得65%，我哋仲有地啦，仲有好似好有好多好多地啦。咁啊，但係咧，就我哋都睇到嗰個過去嘅土地。其實增長咧，其中好大部分咧係靠填海嘅，即係2016年咧，我哋講緊香港土地咧，就有可供發展土地1/4咧，都係填海嗰班。即係話講，我哋講緊頭先講24.3% 嘅開發用地，有發展用地入邊有1/4咧，都係填海攞翻。咁但係呢個填海咧，其實咧已經係講緊個增長咧，係到2000年。咁2000年之後咧，呢個講緊呢10幾年啦，接近20年咧，其實嗰個下跌量好驚人嘅，跌咗80%。咁所以尤其呢啲土地咧，都係用嚟我作為基建為主嘅，就冇一個供應嘅。咁所以呢一度喺造地方面咧，其實香港嗰個土地咧係冇增長嘅喺呢20年。咁如果展望未來啦，未來咧，依家我哋嘅估計係乜嘢咧？係對公營房屋先。由呢一個長遠房屋政策啦、策略啦，咁就喺最近嘅呢一個上年嗰個進度報告我哋睇到啦，就係話未來嗰10年，我哋需要提供最少280,000個單位。
咁但係依家即係喺嗰個分析研究出嚟咧，成個我哋可以掌握到，或者政府認為佢可以掌握到一啲土地。咁呢個土地包括咗一啲規劃，淨係做咗規劃，其實係未有一個落實嘅。咁佢認為有機會去做到咧，揾曬出嚟咧，據佢哋提供嘅數據咧，只係做到237,000個。咁其實都已經係40,000+單位咧，其實係未有着落嘅，即係話個未有土地去興建呢啲公屋單位嘅。然後我哋睇翻私營房屋咧，私營房屋咧就依家呢一段時間咧都會發覺咧，主要嘅私營房屋市場不外乎幾個方面，一個就係鐵路物業嘅發展啦、市區重建啦，或者係私人發展重建項目嘅。咁呢一條主道咧，其實好大部分咧，其實係有限嘅嗰個土地。咁對於未來咧，我哋都會睇到咧，香港有幾個問題，一個就係我哋要如果要繼續支持經濟嘅發展啦。咁而另外一個方面咧，大家都好清楚，香港嘅人口結構咧，其實係逐漸嘅係老化嘅，即係講緊銀髮族啦，將會係一個佔咗一相當大。咁呢一啲對於嗰個社區設施、醫療其實係有一路有一個增加嘅需要。咁另外我哋都講香港嗰、那個講緊居住嘅個環境啦，或者人均啦嗰、那個質素咧，其實係依家已經到咗一個非常即係都幾唔理想嘅一個狀態。咁如果我哋話想再住得好啲嘅，咁其實呢一啲咧都會持續咧，係會增加可供土地、可供開發土地嘅需求。咁所以四個會咧，其實基於呢一啲現象又好，或者對未來嘅展望啦，咁咧嗰個睇法咧就係有幾個睇法。第一，香港土地係咪供應係咪缺乏咧？我哋會講香港可供發展嘅土地供應係缺乏嘅。香港可供發展土地嗰個供應缺乏咧，係有幾種嘅。咁好多時候話，香港仲有好多地，咁我哋講係有好多地，但係有好多咧係仲係可能講緊係一啲生地，因為可開發嗰啲土地咧，其實已經係基本上都有一定嘅開發量。咁亦都如果可以開發咧，其實係政府又好，或者我哋作為私人呢一啲從業員咧，咁其實好多時候都已經參與係有。咁所以咧，都認為咧，其實係要開發一啲可能係依家除咗郊野公園以外，如果計算啦，譬如話啲綠地啊，或者其他嘅不屬於郊野公園，咁但係亦都可以再開發。但係有好多咧，呢啲地咧，我哋叫做係生地，即係未開發，咁但係你可以規劃咗嘅，咁但係你可唔可以直接係用嚟做建築咧？其實佢暫時嘅狀況咧，仲係一個荒地一塊。未有基建啦，或者未有足夠基建啦，排污排水啦，供電啦、道路啦等等。咁我哋其實如果要去作為一個發展用地咧，其實最主要我哋係要個熟地，就係有亦已經有咗一個規劃啦，亦都唔需要考慮再考慮個收地啊、清拆啊、重置啊，咁已經可以做到地盤可以係進行個平整，或者係作為一個。已經有一定的基本的基建措施可以做的，那這些地呢我們才能掌控到它的開發的周期和開發的時間。那例如大家可以看，如果在三地上的建設呢，是根據如果香港2030+，大家都知道，可能都知道2030+就是香港規劃署政府出的每10年呢就做一個策略性的一個規劃，去提供香港那個未來嗰、那個規劃佢嘅願景同埋佢嗰個策略嚟嘅。咁根據佢嗰個入邊嘅資料，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喺依家我哋嘅香港，其實成個規劃過程係非常完善嘅。我哋用呢個字，就係因為完善咧，所以要經過多重嘅呢一個程序，都係謹慎。咁所以見到咧，如果我哋喺生地上建設咧，尤其係一啲政府，即係如果我哋仲由開始做規劃檢討、做規劃研究。設計啦，但同時徵用土地啦、地盤平整啦、建設啦，咁啊加加埋埋就係話，你今日就算話，我想去呢塊地可以考慮去做個規劃，咁但係有一啲實際上你要做啲前期研究，係工程上、一技術上嘅咯，咁就
直到佢整到出嚟。就算你話啊，我攞呢個面粉粉開始係去做，如果徒步順利去收地同收得到嘅話咧，都需要11到14年嘅時間。咁例如話喺2003年加咧，其實呢個都唔係2003年加，其實洪水橋條新嘅發展區咧，係早於咧2003年。嗰、那個規劃，即係話2007年嗰個規劃咧，已經係提出嚟嘅。古話講咧，我哋睇翻今日嘅講洪水橋新發展區，依家講嘅其中一個主要大片新發展區土地可以供應嘅嗰個時間表咧，就其實係講緊1997年已經開始研究嘅。咁我哋就算話去到2007年第一次宣布可以係呢一個將個洪水橋同埋新界東北呢兩個新嘅發展區開始要做一個積極嘅發展咧，到今一路到經過一啲諮詢啦，經過個環境評估，經過嗰個發展大綱圖、工程設計、建築工程，第一批我哋估計到今日為止2018年估計咧，最快亦都係2024年六年之後先至係第一批居民入住。咁即係話咧，其實由呢個開始，就算佢2007年開始，講緊係17年啊，成個片區。即係話講今日我哋如果要做一片大片嘅土地，係現有嘅呢一個已經有嘅土地，涉及咗好多私人嘅業權啦，私人涉及到好多技術問題啦，現有嘅限制啦等等咧，你需要嘅時間咧就更加長，亦都更加唔確定。呢、这個就只係講緊首批居民入住，講緊都係好少量，更大量咧更加再需要更長嘅時間。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嗰、那個香港係可供開發嘅土地喺目前嚟講係缺乏嘅。啊，咁第二個咧就係、是、我哋認為唔單止係要追翻我哋講緊依家嗰個成個數量。咁作為一個香港嘅發展咧，應該建立一個土地嘅儲備嘅 land reserve。咁呢個喺個 land 儲備咧，其實有佢嘅需要咧，因為全球經濟市場咧就一體化嘅。咁好多時香港嘅經濟好容易受外圍嘅波動。咁見到依家嘅樓價嗰、那個急升咧，好多時大家都預期咧，其實政府手上係冇足夠嘅土地供應，其實係預期嘅期望咧。就變咗有一個可能冇部分咧，就係、是、都係一個對未來預期嘅一個期望咧，先至係積極入市嘅。如果話俾你聽，今日香港政府有大把土地係守嘅，如果你出嚟，我哋係即係一路供應，我相信咧，大家相對無論係嗰個購買啦，或者係都唔需要急於入市啦，急於上車啦，亦都可以有一定嘅時間緩衝嘅。咁所以如果喺政府可以建立咗一個土地儲備嘅話咧，咁呢個其實係有助於穩定成個嗰個土地市場嘅價格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呢一個係有佢嘅需要，亦都有佢嘅好處。而呢個策略當然要做呢個策略啦，咁我哋當然都要求會有一個長遠同埋清晰嘅一個儲備嘅策略啦，可以係持續滿足短中長期嘅土地需求。即係話講，除咗依家我哋見到就係淨係講緊啊爭幾多幾多，其實呢個仲未考慮一個未來期望嘅土地儲備。咁所以喺嗰個係增加或者係建立一個可供發展嘅土地嗰個時間表或者數量嗰度咧，可能係有更多嘅要求。咁喺嗰個土地供應咧，咁呢一個係一個需要考慮嘅。但是在這個之前呢，作為我們四個專業呢，我們覺得所有做所有的事呢，就應該是有個目標，大家有個共識，有這個大的目標的原則呢，才可以是很科學或者很客觀去考慮一個土地供應到底哪個選項是最好的、因為如果不是呢，個個不同的團體或者不同的群組都有佢自己嘅一啲原則或者自己嘅價值觀，咁好難去取得一個共識或者個平衡去作為一個。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如果要考慮一個土地嗰個選項咧，必須咧係以宜居城市為目標咧，先做一個全面規劃。即係話講，我哋到底攞呢個土地嗰個目的
係做咩咧？我哋希望香港係點樣發展？咁喺咁樣嘅一個大前提之下咧，我哋先係審視每一個選項嘅項目。咁呢一個咧喺其中咧，其實政府係策略嘅規劃咧，我哋又會係參考翻咧香港2030+呢一個長遠策略其中，佢提出嚟嘅願景就係話，俾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具有競爭力同埋可持續發展嘅亞洲國際都會。咁呢個其實係舊年呢一個提出嚟初稿咧，係會係喺入邊已經係提出嚟嘅。咁所以好多嘅發展策略咧，我哋覺得啲土地點解我哋需要土地，其實都應該參考同埋係睇翻咧呢一個香港2030+入邊提出嚟嘅方向。如果我哋大家係認為香港都希望成為一個宜居城市，亦都係同時都保持香港有競爭力可持續發展嘅亞洲國際都會啦。咁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咁我哋去參考嗰個土地。咁喺其中咧，呢一個2030+有幾方面就係有三點啦。第一個就係規劃一個宜居嘅高密度城市啊，咁就所以就市區嘅發展咧，其實有啲密度啊，或者係會點樣去最更好平衡，咁呢個都係其中嘅發展策略。咁呢個主要都係要支撐點樣係可以持續要發展，從經濟角度有咩需要咁而家。咁另外咧，亦都係如果要迎接新嘅經濟挑戰機遇，咁如果我哋想做入持續競爭嘅亞洲國際都會咧，其實我哋要保持個經濟嘅嗰個競爭力，咁我哋需要咧喺我哋依家嘅個其中嘅就住土地方面咧，要創造嗰個容量係達至可持續嘅發展，因為如果冇容量咧，我哋係冇發展嘅。咁呢啲元素咧喺化分咧就係考慮就係一個具體嘅從嗰、那個地區嗰個規劃、城市規劃入邊咧，點樣係化成一個空間嘅需要，由空間嘅需要變咗一個土地嘅用途同埋土地嘅量數嘅需要。咁係有呢一個前景咧，亦都要考慮點樣去達到一個宜居城市，而唔係純粹淨係爭取或者係追求一個量一個數量。咁喺呢個宜居城市咧，我哋就需要咧就考慮依家規劃咧要改善城市嘅環境質素同埋宜居度，咁所以要提升。咁呢個就更加係需要咧係唔係淨係話有個量或者有個地方啊睇到嗰個就做啦，仲要有一個平均均衡嘅質素係點樣做一個宜居嘅。咁亦都有一個長遠策略，就唔會話因為短期嘅措施而造成嘅長遠性嘅破壞。咁呢個亦都係要考慮。咁所以喺幾個方面咧，就係有策略性嘅城市規劃啦，需要考慮一啲創新嘅建築形態啦，一啲叫好嘅景觀設計啦，對現有地區嘅規劃進行全面嘅審閱。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我哋都考慮任何一個框架啦，都需要係睇翻嗰個城市長遠嚟講係唔係一個適宜嘅，同埋個經濟發展係咪配合嘅。咁一個總結啦，咁就係香港係未來嗰30年咧，我哋睇到咧，就或者係由個專責小組提出咧，就爭最少係1000公頃土地。但係作為我哋從事呢個建設過程嘅專業人士咧，我哋係好體會到咧，所有嘅建設過程，尤其係依家根據我哋依家嘅程序，越嚟越需要更長嘅時間去將一啲今日的規劃，就算是說有意向發展的，尤其這三地變成一個可以供建設的熟地的時間，其實是相當長的。但是同埋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結果很多時候就是難以預料的，尤其現在的政治經濟環境啦，很多時候私人物業它又不願意收地，它是對於這個收地困難啦，或者是在那個過程呢，也都甚至對於政府很多的那個附近的發展啊，或者甚至基建啊，或者是那個都做出一些挑戰。那這些往往令到那個時間呢更加長。所以我們今天說，我們就算今天說我可以將那個內容或者是那個土地供應
嗰個數量，我話誒，我選兩三項就可以做到個千二公頃，其實我哋認為遠遠係不足夠，因為個時間可能你係冇辦法係你既定嘅時間之內咧係達到個目標，所以你仍然都係短缺，所以你一定要預留足夠嘅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buffer zone， 就或者一個數量先至做到嘅。咁所以喺目前嚟講，就只係話單單話啊，呢個睇住呢個千二公頃去做嗰個地咧，其實現實上咧，我哋認為咧係同嗰個實際上可以達到效果咧，係有一定會有落差嘅。咁有陣時呢個落差可能係更大嘅啊。咁其實今日香港出現嘅情況，咁呢個已經係我哋講緊，唔係今日出現嘅問題，其實係講緊十幾年前個規劃已經出現問題，先至導致今日嗰、那個。土地供應或者係成個嗰個係出現問題，其實我哋已經係遲咗，咁所以更加要係加緊去改善呢個土地供應不足同埋穩定嘅問題。咁我哋認為咧，就如果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就一定我哋要以開放同務實嘅態度。咁所以咧就係、對於一啲所有即係作為專業嚟講，我哋希望咧。就是話以宜居城市為本的策略性規劃去做的，然後咧係經過一個科學的一個專業分析，因為每個地塊咧好難話一刀切話一定得一定唔得啊。咁因為每一個地塊咧，如果大家用一個一刀切的嗰個考慮咧，咁好多時咧其實咧亦都唔係每個地塊一定係啱一定嘅原則嘅。咁呢個我哋即係做可能有十個地塊。同樣一個基本的一個方向，可能最尾亦都只可能有三塊四塊，我哋覺得係滿足到一個宜居城市，亦都滿足到個經濟嗰、那個用途，咁佢嘅需要啊，咁所以個結果其實未做呢個分析，大家都未必可以落到一個結論嘅。咁所以我哋認為目前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大原則咧，就應該係多管齊下，即係唔排除任何嘅。方案，咁呢度咧就其實列咗出嚟有十八個即係土地供應小組嘅選項。咁我哋頭先開始都講啦，就係、是、四個會，因為一個聯合嚟講咧，我哋今日都係講有一個大嘅原則，即係話講我哋係肯定咗呢、這個香港可供發展嘅土地係不足嘅，啊供應係不足嘅。第二咧就係、是、我哋亦都認為咧。就係、是香港咧，應該更加應該需要咧，係建立自己嘅土地嘅儲備。咁而喺呢兩個確認嘅前提咧，最重要係我哋認為應該有一個好嘅規劃，一個願景，大家去睇。即係如果大家向住個目標係我哋講緊2030加嘅一個宜居城市可持續發展嗰個願景咧。作為一個亞洲的都會，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樂於見到的。那這十八個選項其實就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去綜合去考慮每一個。其實、我們說很多部分，例如說中地的發展，其實例如說中地發展，其實現在政府有些都在做的。例如說其實在中地如果是新發展區，其實都有一套既定的程序是在做的、啊、所以其實有很多我們看到呢，是其實不是新鮮的事物，都 是已經是做緊的、一些工作。所以你說要不要選項，說我不考慮，其實這個都不現實的，因為實際上是做緊的、所以我們的其實那個十八選項就、認為今次呢其實都是一個好機會給個社會大眾呢，是認識呢那個土地供應其實是、那個問題在哪裡。咁但係翻翻去從專業角度嚟睇咧，每一個地塊、每一個方法咧，其實都應該係作為一個考慮。有啲咧呢啲係原則性嘅，有啲係單向嘅。咁我認為要做翻嗰、那個真係做翻一個客觀嘅分析，係去做點樣係中行平衡之後咧，先至落結論。咁對於一啲我諗啲傳媒朋友咧，可能有興趣就係話喺個別個學會咧。他對於為專業咧，對於某些選項咧，會唔會有一些指
自己專業上的一些觀察啦。咁我哋亦都會係另外係安排時間，即係亦都歡迎之後咧，同個別嘅學會會長啦係約嘅時間。今日就好難得，四個學會嘅會長都喺度噶嚇。咁如果有乜嘢嘢，大家就住個別選項需要需要進一步嘅一個睇法咧，咁可以係再同個別嘅學會咧係會溝通。咁呢個主要咧，我哋今日咧就想傳達嘅信息嚇，即係作為一個嚟講，即係綜合嚟講，我哋都係即係翻去個三點啦，就係認為香港可供土地嘅嗰個供應係短缺嘅，可供發展嘅土地供應短缺嘅，我哋應該係建立個土地嗰個儲備啦，同埋香港係應該以宜居城市為目標嘅全面嘅規劃。咁呢一個就係我哋想同即係嚟講專業嚟講咧，覺得呢個係我哋應該有一個大方向。咁亦都喺呢個方向，其實邊個選項其實係唔係話今日咁簡單，就係睇住點心紙，我中意食呢樣嘢。咁其實係一個複雜嘅過程。咁我相信每一個都應該係進一步係綜合考慮，先至係做最後嘅結論。咁我諗呢度。所想提嘅，我睇睇其他幾個學會長有冇想補充嘅。咁睇下跟住嚟傳媒朋友有啲乜嘢提問嘅。有些是一些方法，有些是一些好像一些項目那樣啊。其實呢有些在那個我們選項，即是我們要找個土地的時間，其實我們有些不僅只說對針對一些項目有些可能針對一些原則性的問題，可能其實有些甚至乎我們可以技術性到可能有些講一些 professional 啊這些這樣的想法。所以呢其實呢也都不會說在個18個選項在這裡講的，但是呢這些也是一些方法是可以增加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一些原則性的一些選項來的。這些我們自己學會都會諮詢我們會之後，我們都會有各自 的一些公佈的，所以都是一樣啦。我們不會特別針對，因為今次是四會聯合，大家講得很清楚，我們希望就盡量就強調回我們幾個專業學會對今次香港面對這個土地供應這麼大的問題呢，我們有些什麼真的大家都很共同也都是完全是我們四個專業，其實我們都涉及房屋、土地、規劃、建築、環境根本是圍繞著整個建築界或者個香港的物業、土地的利用方面的專家。咁我哋希望今次咧，我哋帶出嘅信息就係，我哋其實係有共識，我哋專業學會有共識，咁亦都係我哋有一啲共同嘅睇法咁希望這個呢個咧，亦都係俾到大眾市民咧知道咧，其實
其實18個選項當然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無論專業學會也好，個別市民也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利益，但其實我們最重要就是看著我們的原則，香港的發展，剛才講陳會長講的幾個我們的願景，我們要做到那幾樣東西，看著這幾個大方向，我們去做我們的選項，一定會有一部分選擇的時間又會犧牲到另一部分人，可能某些利益，但是我們最重要就是平衡，同埋我們最重要就是我們看個大原則，我們究竟要將來我們要香港要發展到一個什麼社會，達至什麼目的，這個我們為什麼我們這麼強調這件事呢？如果不看著這個目標的話呢，我們做的事有機會我們做錯了，還有我們很多供應方面呢也會不會有麻煩出現。剛才有朋友答，還有一個問題呢，就是那個規劃過程好像很長提到，我想回應回呢，去看回這個就是整個規劃過程呢，由研究詳細研究啦、平整啦、同埋建設啦，其實可能你話個別喺製造嘅過程咧，即係我哋講緊專業研究啊，嗰、那個時間可能可以相對縮短，或者係政府嚟講可以係提高嗰、那個去檢視嗰個流程。咁呢個我哋都同政府反映過嘅，就係做啲規劃嘅檢討，係咪可以係參與多啲即係業界多啲係之前。大家可以是有個溝通啦，咁你要減少一啲中間反覆嘅過程，咁係可以縮短嘅。咁但係依家更多咧，就會睇到係另外一邊咧，係公眾嘅參與啦，同埋一啲法定嘅程序或者成日徵地咧同步進行咧，往往咧係造成咗一個不確定嘅因素啊。咁所以我哋點解提出嚟咧，就係話。都希望社會嗰個公眾咧，就係喺呢一方面，一方面咧，政府係對個過程流程或者係嗰個參與咧，可以係多啲同業界可以溝通比較好啲嚇。咁呢個減少咗一啲，即係如果係一啲專人士，即係大家都係好清楚一啲規劃或者好呢個方向係去做嘅。咁我諗會減少咗一啲重複嘅過程。咁呢個係一個。參與咧，其實專業人士嘅參與亦都係需要嘅。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社會咧，係盡量可以喺一個情況之下咧，就係喺嗰個可以係有個大嘅方向或者一個機制咧，係去做。咁但係呢個因為涉及咗個人嘅嗰個土地啊，或者個選項啦，咁有陣時真係唔係未必係控制到嘅。咁呢個所以時間性我哋講就係話。目前來講，就算可以縮短，其實縮短的餘地不是很多，所以我們更加覺得是需要多方面的考慮，因為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在這個現在造地或者穩地改劃的過程。商台想問下，都想問翻，可能四大學會對於填海嘅睇法咧，會唔會都有一個共通點喺度咧？例如會唔會話喺一啲技術或者一啲條件之下，其實喺維港以外填海嘅人都係可以接受嘅咧？另外同埋都想問翻就係話你哋都建議話希望有一個土地策略嘅儲地個策略啦。咁會唔會有啲具體嘅建議？應該係有啲咩條件？去做到呢樣嘢咧，會唔會而家見到其實政府揾地都有啲困難嘅情況之下，做到呢一個嘅土地儲備都有個困難喺度咧？咁仲有第三咧，都想問埋就係、見到新聞稿嗰度都有講咧，就話可以透過一啲可能設計啊、規劃啊，可以做到喺提升人口密度嘅情況之下，都可以改善到嗰個宜居嘅程度啦。會唔會有啲例子可以講下？例如好似旺角咁樣，市建局又喺度諗緊會唔會話提升個發展密度咁樣，但係有啲人都會覺得話會唔會好逼啊，或者交通會應付唔到啊？咁有冇一啲例子係你哋專業上係可以做到，可以有提升到密度，又可以令到大家又生活得舒服啲咁樣？我諗我哋都今日講咧，就社個會咧都要好小心去考慮呢個。對於個填海咁講啦，就客觀嚟講，我哋講客觀個事實，咁肯定係一個因為涉及收地過程，咁我哋都睇翻土地呢、這個其實土地
公共專責小組都有提出嚟。咁之前我哋講到，例如話呢一個係涉及咗，如果要回收或者係徵收土地啊，收回土地條例啊，或者做，往往都係造成一個延長嘅時間。咁當然，如果去填海，海嘅資源咧就唔係屬於私人嘅。咁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如果係採取個填海措施，本身咧就唔會影響到或者涉及到私人土地嘅相對私人方面。咁我呢個係個客觀嘅事實啦，去講。咁呢個亦都係相對嚟講一個大規模造地喺目前嗰個香港嗰個環境啦。啊，因為如果香港大規模造地咧，最多就係新嘅發展區。啊，咁用呢個規劃個概念啦，例如以前做新城市。沙田啊、大埔啊，或者係東涌啊，咁呢啲大片土地其實係用發展區嘅概念去做嘅，咁但係涉及到好多現有喺原即係嗰個土地上嘅嗰啲活動啦、或者係實際業權啦、部分嘅，咁呢個都係即係嗰個相對填海一定係比較容易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講唔同嘅學會，甚至同一個學會嗰、那個內部都對於嗰個每一個填海嘅地區，或者都會有一啲自己嘅睇法啊。咁我哋頭先講，我哋唔成個嚟講咧，我哋唔會排除任何一個選項啊。咁但係可能對個別嚟講咧，就會有一啲就再會補充。咁我諗個別學會去傾嗰陣時咧，會係提供佢嗰、那個睇法啦。我諗都可以。陳老長講嘅啫。頭先我哋嗰、那個成個介紹嘅時間都其實你譬如講講緊個土地儲備嗰個概念咧，即係我哋叫 land bank 呢樣嘢。咁其實某程度上咧你要有好多唔同嘅造地方法咧，都要考慮先得嘅。咁同埋咧就話我哋呢個一定係一個長遠策略，持續性嘅，唔可以話今年做，明年唔做，或者係幾年後先做。咁一個持續性同埋咧個透明度提高啊，咁亦都要對外好清晰地對市民宣佈，就話呢樣嘢係一個長遠策略，同埋咧政府係其實都係做緊呢樣嘢，即係等於我哋銀行啊，我哋即係譬如我哋金管局，我哋每日我哋嗰個金即係個美金儲備嘅貨幣嘅運作啊，究竟幾多咧？透明度高嘅一定有，同埋喺幾多，同埋好清晰話俾大市民睇到呢個作用喺邊度。幾時會用啊？咁有咗呢啲咁嘅清晰嘅概念之後咧，其實個土地儲備呢個咁嘅概念咧，其實就會喺一個好好將來係調節我哋個供應土地供應啦，同埋甚至乎客觀地咧，會令到樓價都會相應地咧會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嘅。咁呢個方面咧係其實對於而家我哋香港大眾市民。咁受到樓價高樓價嘅影響咧，呢方面咧其實係有個好必要性咧，我哋覺得係需要去政府係要考慮認真考慮同埋處理嘅，因為呢個係一個長遠，即係令到我哋呢個當然大家明白而家高樓價或者係土地供應不足嘅時間咧，要解決咧唔係話一時三刻，但係我哋一定必須而家要開始做啊，或者係甚至乎可以越快做越好。咁我哋將呢個解決。呢、这個土地供應不足嘅呢啲時間咧，盡量縮短佢。咁市民大眾就將來要受高樓價呢個影響咧，就希望就可以比較短時間就可以解決到。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頭先或者講解一個關於嗰個土地儲備或者我哋叫 land bank 呢個咁嘅概念。再講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提升嘅密度居城市。咁我呢個喺依家建市區重建亦都有好多，例如話即係呢個我哋講緊轉移嗰個積率啊，或者城區嘅發展，其實我見到都係有喺呢個方向係做緊嘅嚇。咁所以我覺得係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好個別學會其實一路專業咧都一路同政府係傾嘅。咁因為呢一個咧，即係具體又唔係喺呢度，咁我相信咧就係喺可能係同個別專業學會傾嗰陣時咧，會具體咧會再提供一個更加詳細嘅資料啦。
如果 你針對建築師學會咧，咁我諗其實喺我哋喺呢個土地針對性啊，我哋唔代表成個會啊，呢個必須講明。咁誒喺其實我哋喺呢個土地公園專責小組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曾經係提咗一個公開做咗嘅意見。咁其實我哋冇反對過填海嘅，咁呢個作為建築師學會，咁呢個都已經係即係未有十八個選項之前，我哋都已經提出嚟一啲可以增加可發展土地嗰、那個考慮。咁當然我哋都講套翻四個會嘅方式，就係任何一個方案都係可以考慮。咁但係個別即係問題係你係邊一個區或者係邊一去填點樣填法？咁呢個係其實係有好多空間咧，大家去優化嘅啊。咁呢個係我諗係針對建築師學會啦啊，去提翻出嚟。都可以回應一下，其實關於填海方面咧，測量師學會其實我哋一路其實我諗，就算係四會，我哋頭先嗰個介紹都好啦。其實我哋嗰、那個以往咁多年咧，我哋香港土地供應咧，其實頭先提咗啦，客觀事實就係我哋四分之一嘅即係可用嘅土地，而家用緊土地。即係可用嘅土地已經係其實係從填海攞翻翻嚟。咁過去十幾二十年，我哋基本上每年個平均填海量基本上接近即係40公頃左右，就等於接近係冇，因為都頭先阿陳會長提過，其實好多係因為喺基建上面嘅，根本就唔係我哋喺嗰個。我哋細節係點樣反而先重要，即係究竟係去做邊啲啊？邊可以考慮咧？就為講唔使一定唔會諗噶啦，亦都有條例限制唔會可以諗嘅。咁其餘嘅地方究竟係喺出邊填個島啊，定係話近岸去做咧？咁呢啲其實啲反而係更加重要去考慮，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選項？其實有時唔係話個填海係一個選項，而係話佢選擇邊度做啲乜嘢，喺邊個位置有冇規劃？那個先是我們考慮這個是不是一個選項、即有時候可能大家的討論就只是說填海其實填什麼才行的，是不是、填哪裡、為什麼填那裡，有沒有規劃，有沒有幫助，做到些什麼、這些才是重要我們去想這個是不是一個選項。我想可能個討論就是，所以大家各學會也都會自己有不同專業角度去看個選擇的時間係邊一啲先至係一個選項，咁所以其實比較難一刀切。頭先會長都講咗啦，其實我哋都同意，好難一刀切。就話咁樣就話得，咁樣就話唔得。咁所以其實每個選項或者每個 case 或者每個項目咧，其實我哋都要從喺專業角度去睇下。所以最緊要我哋反而就再重新翻啦。我哋幾個會點解今次出嚟講？我哋就幾個目標先至最重要嘅。我哋要睇下嗰幾個目標。睇下，我哋先去檢視我哋嗰啲選項。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冇咗呢幾個目標嘅話，去檢視所有選項咧，其實都係片面嘅，亦都唔周全嘅，咁亦都會可能有佢好處，有佢唔好處。大家會好難嘅，每個 option 都其實有佢好處唔好處。大家去點樣選擇嘅時間咧，咁個人去選擇就個人唔同方式。但係如果大家有共同目標嘅選擇咧，有共同框架嘅選擇咧，大家比較容易達到呢啲共識。咁喺規劃師學會嚟講咧，咁我哋都覺得咧，填海咧過往都係一個提高土地嘅主要來源。咁我哋唔排除都係未來一個提高土地來源，係通過填海嚟造地嘅。咁似類似翻剛才阿會長所講啦，咁其實做填海本身唔係即係最重要嘅一個所謂係天然應該做嘅問題，係個選址填嚟做乜，規模有幾大。咁排除咗維港以外，因為受到法例嘅限制咧，咁維港以外嘅填海應該係點樣進行咧？咁係一啲比較係細緻方面係
範圍啦、地點啦、規模啦、續期定係嗰個按嘅用途啦等等，呢啲先係我哋最重要所考慮嘅因素嚟嘅。頭先講到話咧，嗰個就可以話淨係喺點心紙上面揀千二個就當係成標咁樣，因為話唔可以預期所有嘅土地都可以產生到出嚟。咁有冇話幾多年之內要產生到千二工程先夠？又或者係喺雙點心紙上面揀夠幾多工程你哋先覺得夠咧？咁呢個第一。同埋第二，頭先講到話嗰個縮短嗰個規劃嗰個議題。即係例如講到話生地要14至14年，但係唔可以知道縮到，唔可以縮得太多啦。咁到底縮幾多先至夠咧？咁樣同埋其實幾個項目可唔可以講下頭先講選址個問題，即係嗰個填海選址。咁嗰個東大同埋近海填海，可唔可以各自講下大家睇法？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越是參與這個遊戲造地遊戲經驗的，其實我們要可以告訴大家聽，沒有辦法估計，因為如果估計得到我們就不會出現今天的所有。你會看即是每10年檢視政府的規劃不斷在調整，去掌握了所有數據的情況。第一，我們又去講專業團體都是基於數據，很多數據都是由政府規劃。那這個也都同一個過程，為什麼我們一開始都會強調希望在個規劃的過程都多一些就是跟專業人士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溝通。那這個也都是因為我們是實際上不可以基於沒有數據就 去選的，即是翻回去就是點心紙正正是18個點心，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製造過程不是好像講得很簡單，所以選不下手，也都可以加上就可以數據的。所以我們更加就需要是覺得話是要有一個比較富裕的一個考慮。如果我們講緊今天土地儲備的話，也都要追回以前的那個過去是即是沒有造地一路以來停滯的，或者土地供應的。咁我諗呢一個其實係需要大幅嘅去考慮，如果係可以有先至可以做一個結論，因為每一個就咁去睇，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啊！幾時可以做到？咁我哋都唔知道即係其他嘅檢視之中，亦都唔知道基於乜嘢數據可以好理想話係咁就可以做得。咁土地嗰個11至14年咧，可以見到咧，這個其實係將成個流程已經列咗出嚟。點解我哋講係冇啊？即係你如果要做一個好嘅規劃，我哋只係一個平均過去嘅經驗。咁啊，規劃工程研究3年咧，咁你話可以減少，因為佢仲要反覆，每一個都有唔同嘅嗰、那個。咁你話係嗰個可能呢一度可以節省1年到1年啦，或設計你節省1年啦。咁其實係平整基建建設都差唔多，呢個都係一個正常嘅流程。咁所以你話11至14年，佢都一個好大嘅彈性，都有3年嘅，即係嗰個，即係話講，如果你可以做到11年，其實已經係一個比較樂觀嘅一個情況嘅啊。咁所以你話今日你話有人可以預測，我相信冇人。亦都不知道幾時會有人會提出嚟司法覆核啦，對呢個土地有爭拗啊，尤其係呢一方面更加係嚴重。咁我哋都正正係講呢個難處，所以依家會講話嗰個數據，你話係3倍好4倍好，其實係冇嘅。所以如果有一個 land bank， 就係話唔係只係要滿足數量，其實係全部咧係應該係。即係調翻轉頭，如果我哋多管齊下嘅，我哋最多可以做幾多啊？反而係由嗰個係可以係去睇啊，即係可以去睇。咁所以我哋係未可以係覺得呢一個係咁快可以落一個評論嘅啊，喺目前。咁所以我哋對嗰個18個，甚至係超過18個選項，有個別嘅學會都會有一啲
其他的方法是建議出嚟，係咪一個短期可以做嘅？因為長期其實係可以行著規劃著個時間，你可以行，你都可以行。那個時間操作你可以係開始，但係你可以係做上漲，根據嗰個時間表再調整。咁啊，最重要係依家嘅主動權應該係喺一個政府手度，係可以操，即、就、係、是、可以係控制穩定嗰個樓價。呢個係成個有手段。依家佢見到係政府係冇方法可以解決一個短期。我相信呢個大家都已經好認識到呢、這個。咁呢個唔係今日嘅問題，呢、這個其實係十年前應該係要做嘅問題，但係依家先至係見到嗰個效果。咁所以我哋講，我哋認為好似頭先亦都羅會長係講過，係應該係盡快去做呢樣嘢。因為如果今日唔做咧，或者唔採取呢個方向咧，其實十年後會係另外一個即係持續嘅問題出現。我諗答翻頭先即係 Standard 呢位朋友嘅問題啦。個點心紙嘅作用咧，其實因為而家係做緊一個公共諮詢啦，咁嗰個正如阿 Martin 所講，我諗今次嘅諮詢咧個目標咧就係想將呢個土地供應嘅一個議題咧係攞出嚟喺即係社會上邊咧係攞俾大家一齊去考慮。咁唔同嘅持份者，甚至乎專業學會，個個咧都係會有佢哋嘅睇法。但係我諗嗰個諮詢嘅過程咧，係更加想同市民本身咧，亦都係有一個即係來往嘅溝通。咁變咗嗰個目標咧，就係想將頭先 Martin 所講嘅成個建設嘅過程嘅複雜性啦、時間性啦。全方面要考慮的東西，希望都可以提升到大家對這一方面的、就是、認識，以及有一個、就是、共同的一個啟發。始終講到最後尾，由一個專業學會，所有的問題都有很多，政府是希望可以市民有更加多對於這十八個選項或者不同土地發展的議題上面的入面的內容和它的複雜性。但是我們在四個專業學會坐在這裡就想說，除了不同的項目、不同的方向入面的複雜性、時間上面各種考慮的複雜性以外，我們希望可以說給大家或者講俾政府知啦，我哋覺得即係喺 screen 上面呢四樣嘢咧，係應該持住咗，無論點樣去考慮發展咧，都係重要嘅。你應該係講最重要的。嗯。少少補充頭先關於遷移工程嗰度嘅，呢、這個其實係我哋覺得係最少要做到嘅。咁亦都有部分其實最落後嘅。咁再加埋，如果我哋提議嗰個土地儲備個 land bank 嘅 concept 咧，更加要多啲土地擺落去，咁你先可以將部分嘅土地咧擺落儲備表度。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執行亦都實行到呢個概念嘅。咁所以其實講嗰個遷移供應其實係一個基本嘅數字，大家去睇呢樣嘢，但係唔係話做咗遷移供應就已經 OK。亦都其實資源供應亦都好難，真係大家嗰個諗法係即係按嗰個時間表咧就可以攞出嚟。大家頭先都討論咗好多，其實好大機會係我哋想法係咁樣，但係到時係咪真係做到咧？咁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號嚟。
我諗咁樣講就話，其實究竟個土地要幾多咧？咁你見到有啲出邊有一啲中央嚟就話，哇，要9000，即係有咁樣，哇，好大個數。有啲就啊唔使喎，其實我哋已經夠。所以點解我哋走出嚟講土地係唔夠啊？我哋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係唔會夠嘅，咁一定會嘅啊。咁究竟千二夠唔夠咧？其實我哋冇辦法去答到呢個問題嘅，因為我哋其實都冇去特別去有咁嘅能力去做一個好大嘅填海。咁但係其實就相信政府各方面做咗呢啲調研之後咧，其實掌握到出嚟嘅資源供應係真係一個睇落都係一個基本要求嚟嘅。咁其實坦白講，都頭先講咗啦，都有啲追落後嗰個意味喺度嘅。咁其實一定係唔夠嘅，其實千二只不過一個數，大家去起碼有一個數目咧，大家用目標去爭取。咁其實咧喺即係如果當我自己學會或者我自己個人角度嚟講，我覺得爭取越多越好啊，因為跟住落去咧，咁我哋先至可以有到個土地儲備嗰、那個有多咪落擺落土地儲備咯，即係等於你每個月人工多咗有點剩翻落嚟唔使曬嘅，你可以擺去儲啊，擺去投資啊，咩都好，可以攞回報，我將來使用啊。當你今日有一日有需要嘅時候，你可以攞出嚟，呢、這個就係嗰個概念。所以其實我哋並太過爭論，即係究竟千字夠唔夠，或定係9000先夠啊？其實呢個都唔係我哋個討論點嚟嘅啊。最緊要就係其實而家唔夠，我哋要爭取更多啊。咁更多嘅時間咧，我哋唔係爭取完就算，我哋一定要有個方式咧，去將我哋如果我發覺當時係未佢個規劃未有需要用嘅土地，我點樣處理？所以又再講翻一次，我哋個土地儲備個概念咧，其實係咁樣嚟出嚟嘅。咁變咗。你就算做到幾多土地資源咧，唔會影響到大家將來會唔會因為土地儲備土地的太多或者太少咧，會太過影響大家個生活或者樓價嗰方面有太大嘅影響。The thing is, we're talking about the land supply in Hong Kong, and the first thing is we come to conclude that this the land available for development, the supply of which is not adequate. That's the first thing for development, because in Hong Kong, if we talk just the land.We still have, seem to still have a lot of land, as explained, that 24-something% is a developed area, while 40% is a country park. So altogether, it's make up about 60 or 70, less than 70. So still, supposedly there are still lands available, but actually they are not ready for development. Okay, so that's why we say that we don't.We see that as illustrated by the facts and the forecast. It's very obviously that we know it's difficult to find the land for the public housing in the coming 10 years. That's almost from our experience that we seem to be in line with we see that as a reasonable ground to support that forecast. That's the first thing. And then based on that, that's what we conclude, the first thing. And then second thing is, President Ding has just mentioned that we are in support of having land bank. It's like the saving, so that we can save and then to use when it's necessary.Okay, rather than we only meet the minimum and then
when there is an emergency, then we don't have any reserve to respond. Okay, if we have more than the requirement, we just save it. Okay, and then we may be making a time deposit, or they're making there's other means for investment, isn't it? So I think it's a similar strategy that we are advocating. And thirdly is that whatever that coming to ou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r our basic essential issue is that no matter what measures that we have to have more developable land, the first is we have an overall goal or vision or strategy, and that is based on the livable city. So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if we just for development and then they are not building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hey are not considering all these good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they once they built it, it become a problem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 So that's why we that we have to have that as a basis. So these are the three, we think, the important criteria or the issues that we need to have in mind in the reviewing the land supply issues. Okay. So thanks. I think to add to Marvin's view and Dick's view, perhaps from planning and landscape perspective, we're looking at, we're more in tune with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So I think if you think about a land bank, land reserve, we wouldn't want to think that having a land reserve is a means of taking land away that serves to take away the land's current present value. I think the primary thing is we want to see an overall holistic planning for all of Hong Kong. So this 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whole of Hong Kong City, in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for a livable city fo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perhaps some of those areas, if we're thinking that they are actually quote unquote reserv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meanwhile, there could be other positive use for the land. There could be temporary use for the land where they could be planted or could be used for other recreational purposes. That actually adds to enhance the city's environment. So the point is not so much about a numbers game. The point is really more about the overall approach for a vision of the city in the future. I think the thing is not just looking at the quantity. The reason why we don't look at the number as a profession, we also look at the quality as well. Okay. So and you need to have a balanced planning and so otherwise it would not be desirable, and especially land is very valuable resource even for reclamation. We try to see what could be maximized, but the thing is the optimal objective is whatever we use all these planning or good concept to make a livable city. Okay, that is important. You do the plan, and there's other strategies. So rather than some of the things we see from our perspective, how to optimize, use the word optimize, the land use, so that to arrive at the quantity. So that's also have to be discussed in context. That's why we keep on stressing our third point is that we need the overall planning based on the vision of a livable city. I think that is back to the
think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guidance and that is important assessment to assess before we say the quantity is adequate or not. If there's no further questions from the floor, of course, you are welcome to contact individual presidents of the institute to make the further inquiry on these individual views on individual items from the each institute. So, but as far as the four institutes, basically, I think you all, I hope, have all got this statement. And that basically is a summary of what we wish to, the message to remain in the name of the four institutes. Okay. Thank you.